他不是过得很好吗？所以搬去大楼住了。还好已经把他赶走了，这副球衣要被他看到就太丢脸了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，五年没见连打招呼都不行吗？好不容易久别重逢就想用眼泪勾引他呀？其实我也知道是我生气搞砸的，对我而言你离我太遥远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希望时间能倒转。这么辛苦才结婚，干嘛离婚？就算是为了我，请好好生活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未来戏剧台，一切都会好。